喂 ，Anthony， 你搞咩啊？着成咁嘅？ 乜？你估唔到我扮紧边个咩？叶敏？梗系唔系啦，系哥哥张国荣。<笑>我觉得哥哥靓仔好多咯。话时话，点解要扮佢嘅？诶，咁就要由我哋呢度石塘咀讲起啦。 石塘咀以前只系一片荒芜嘅山坡，但自从喺1904年上环水坑口街嘅记仔被大火烧毁之后，当时香港第13任嘅港督弥敦就将色情嘅事业搬咗去石塘咀发展，令到呢一区摇身一变成为好出名嘅唐西风雨。哦，原来嗰阵已经有红灯区噶啦。系啊，系1920年系唐西记仔最丰盛嘅时期。 妓院都有几百间，妓女有3000多。哇，你咁清楚嘅，好似好有研究咁。讲笑啫，咁关哥哥咩事啫？哦，咁你有冇睇过一出戏叫《胭脂扣》咧？听系有听过嘅，不过冇睇过喎。讲咩噶？套电影系由哥哥同埋梅艳芳主演嘅。 讲嘅系唐西风月里面一个高级妓院嘅红牌同有钱人相恋同埋殉情嘅故事。哇！你做乜咁？你话殉情啊嘛，好似好 sad 咁。唉，而家边有呢啲古仔啊？啲妓仔冇几耐都执晒啦。点解咁快就衰落嘅？系咁嘅，喺1935年英国政府立例禁止色情行业。 咁啲記仔都被迫要結業啦。到二次世界大戰，日軍攻陷咗香港啊，石塘咀記仔重開，令石塘咀又繁榮起嚟啦。但喺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英國政府二戰後禁槍，唐西風月就係咁樣喺歷史當中消失咗啦。 係咪 Sadies 啊？你知唔知其實除咗胭脂扣之外咧，石塘咀呢度亦都流傳咗其他嘅鬼故事？係啊，聽聞有啲小巴司機漏夜接載身穿唐裝嘅女子上車之後，望一望倒後鏡，就唔見咗人㗎啦。仲有啊，聽聞我哋身後面呢度係亂葬崗嚟㗎。 因為Mercedes 啊，其實你知唔知點解石塘咀會叫石塘咀嘅呢？因為個咀尖咯。其實咧，以前呢度就盛產優質嘅花崗石嘅，所以就吸引咗一班以打石為生嘅客家人嚟呢度開採，用嚟做建築材料。直到1880年代，個石礦場只係剩翻一個凹陷嘅大石塘，而向海嘅一段就較為尖同埋窄，好似雀仔個嘴咁，所以就叫石塘咀啦。冇錯。 不過而家嘅石塘咀已經變成港島一個普通嘅社區，冇乜特別啦。咩冇咩特別啊？呢度啲橫街窄巷開咗好多特色嘅咖啡店，不知幾多年輕人中意嚟呢度攤咖啡、打下卡咁。唉，你唔會明㗎啦。<笑>你一講到打卡就醒曬個人。計啦，跟我嚟啦。
除了咖啡店之外，還有哪裡你會專登嚟呢區的？有啊，中西區海濱長廊咯。接近日落的時候咧，沿住長廊散步，好舒服噶。而其中一段仲連接咗西環碼頭的公眾貨物裝社區，即是我哋平時所講的 Instagram Pier， 它是一個很出名的打卡地點嚟噶。不過很可惜，海事處在三月已經正式封閉了西環碼頭，這個打卡的熱點要變成回憶了。其實香港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給大家發掘，如果想跟我們一起 look 入香港，那就要密切留意我們 Upbeat Media 的 Facebook Page 和 YouTube Channel， 還要 like 我們的 Page 和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按旁邊的鐘仔，那就不怕會 miss 了我們的新片啦。下次見。